听歌，你是不是又要乱买东西？没有，因为我宝可梦粉，就是刚宝可梦的朋友说，他因为他有 AirPods， 他问我说这是真的假的？而且他说，他图画的蛮漂亮的。重点是他说很便宜耶，他现在才500多块而已。下面留言说实体呢一个要2000，所以这是真的假的？你看每个都说五颗星哎，那专卖店要卖2000多哎，而且啊，我觉得它超便宜的。他说第三件只卖200，三个1299。那这边有100名限制，就是5个1699，还送 iPhone 手机壳2个。好，我跟你讲，我决定一定要买来。Tomorrow， 大家好，我听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我最近呢开启了 Pokemon Go， 重新又开启了，我等级32，欢迎大家来加我等级。哎、欸、喂，今天是录这个吗？你原来是玩游戏？没有，我今天一样打假。我最近在打假，打怎么假呢？最近在 FB 呢有一个很可爱的图，就是 Pikachu 的，然后它是 AirPods 的保护套。嘿，那重点是呢，它一直跳出来，它好像知道我玩宝可梦，然后就忍不住就买了。不是，它按赞有7000多个赞，900多则留言，而且留言都是好的，转分享有421次。那有粉丝跟我说说。它是不是假的？所以我决定买过来。那大家想看之前呢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把小铃铛打开哦。那我们3、2、1，开始。我要拍这一集的时候 ，Team 嫂马上冲过来了、欸。我朋友才一个小时前才下单，他这个网站我不晓得是不是同一个，但是他丢给我看，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有没有喜欢？我买个送你。”然后一个299，然后有什么薯条的、啊，对，有汉堡啊 ，OK， 然后有洛梨啦、啊，然后也有那个皮卡丘的那个，好，就是皮卡丘。因为呢，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去横滨，所以我就把这段快转，谢谢。啊，太多话，开始，好，直接开。很冗长。哎、欸，我要先讲一件事情，我后来下单以后啊，各位，我下单完，我等很久以后，他们还有客服喂，我就回了客服我的电话。然后他就打电话来给我说今天会发货过来，然后是大陆腔，这一定是你看那个包装也知道是从那个，你是不是买盲包啊？不是，他这个就是盲包，他这个就是直接工厂出货。对，来盲包工厂开箱了，好来，话不多说，直接来弄开。而且他还走黑猫仔即便呢。那他在网站上面说他正版是吗？当你觉得他是盗版的，会说自己是盗版吗？不是，他就算盗版，他可能不会讲说我是正品。可是他就放了很多，因为我那个朋友就是看到他上面超多。没有哦，我这个网页呢，点进去就是只有 Pokemon 的东西而已。对，好，来弄开。哎、欸，大家在看我这个开的之前呢，麻烦我上面链接放一下，我们 AirPods 有打假，上面链接。好，打开了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到底要不要拿出来？好，第一个，这是小火龙，来，你给大家看。长这样，你要打开吗？打开，打开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是你开？应该我开啊。我离镜头比较近嘛。好，然后第二个是 Pokemon 的，它是软壳，就是跟这一个图是一样的。第三个是杰尼龟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没有，他听到那个。你说这样子三个1299、哦，三个1299还没有。哦，它是硬壳的，哦，软壳。对。还送了一个随机的 iPhone X 保护壳，哎、欸，这壳很可爱耶、欸！大家觉得怎么样？哎、欸，它另外两个是软壳，你那个是比较硬吗？还是外面硬？它是不是做比正版还真啊？讲什么呢？哎、欸，我们在打假，你们在干嘛？抱歉，突然有点心动。这个是那个杰尼龟，哎呀，掉了！天哪，你是不要瞧不起人家。然后这个是它的、哦這個，这好可爱哦、喔。这杰尼龟，这是它的手机壳。等一下，这谁要这个壳？可是蛮可爱的，这熊很可爱。好，来助理，不要说我对你不好，我送你。我没有，你要先送我。首先他有先有一只 iPhone。你要先送我一只 iPhone。哎、欸，来我们先看看，它这个壳呢是细胶的啦，摸起来就是细胶，细胶壳。那个图案过不了这一关，那个。只有。对，然后刚这个包装一看呢、啊，我就知道它没有任何授权的版权在上面，因为。我听歌就是我另外一个工作是专门在做版权的。哎、欸，你们觉得这个很真吗？做得很真吗？不错的、啊，还蛮不错的。说真的，这个1299三个我会买。天哪、啊！哎、欸，我在打假，你在那边跟我说你会买。哎、欸，那把你装装看，装看，来来，助理装装看。不是，说一句实在话，我1299三个上面 cana 这么多，你说你会觉得物超所值？哈哈，我没有觉得妈妈心态那种婆妈这位大婶，你看又有这个，等下这怎么长那么像尼莫？抱歉抱歉，然后又有一个保龄球，嗯，然后对不对？然后又有这个好
可爱。首先我们要先把它脸遮住才不会对焦。是不是挺不错啦、啊？哎、欸，不错啦，其实。你装起来了吗？有点重啊，它这样一串起来是有点别的差蛮多。好，它这个是有点硬，它这个是比较硬壳的啦。然后这是 Pokemon 的，而且哦，它开动还开得蛮精准的。没有，它就是开大一点而已。它比较精准，它叫做开的保守。哦，开的保守，OK， 它开的保守。然后呢，它这个尾巴还可以。在这里，不要乱断喽，怎样就没有是这样啊？盗版，它怎样就会断？盗版这样子啊，这样对不对？对，而且这边还有飞油，哎、欸，你会喜欢吗？我说一句实在话，如果我今天是，我今天只是单纯喜欢 Pokemon 这个人，对，就是一般的消费者，你看网络上这么猖獗，对，便宜的东西这么多人买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只是喜欢它的样貌哦，就是看它外表而已，对他可能不在乎那个授权的。那个政治记号、有些人会觉得说，他、就长得很可爱啊，不然你想看为什么很多路边摊那么多盗版，那么多人买？对，这个是开的都不太一样。这个是 Pokemon 的啦，那不然？但我个人是不会买，因为我觉得它比本身更重，更重。对，對然后另外一个是它是有开房，开房，不然你来，你换一下，换一下，助理换一下。对，我们当然是不鼓励人家买。我们对啊，我们只是有点想要建议皮卡丘。就是说，哎、欸，人家做的这么好，你不要参考一下，不要卖这么贵。开玩笑的，你叫正版，不要卖那么贵，对不对？不是，就是，当然开模具当然很贵啊，它可能有版权的授权的问题，可是说，来，可以降低一下价钱。哦，我懂，我懂。因为代表说你卖这样子，就真的会有人买，可是你要卖便宜一点。对，对，哎呦，其实，老实说、欸，哎，你觉得它服帖吗？老实说，我觉得它开孔都很正确，这款。开的保守啊，开的保守，而且它有一个防尘塞。对 对，但东西就是可以纳很多啦。你可以自己拆掉纸的啦，没问题。它主要旁边那个大的这个圈圈应该是要放在包包上。放包包的、啊，放包包上面的哦，没有它，而且它还有附一個这个。哦，它让你换的啦。还有一个换的。嗯。天哪、啊，假的做成这样。做的挺好的，说真的。所以这是超 A 版的 Pokemon 吗？天哪、啊！你要不要送粉丝？还送盗版就已经在不鼓励了。不要啦，我们不要送粉丝啊，正版的再送啦。对对，就是因为我们不鼓励，我只是买来看一下。但老实说，真的，以这品质算可以的，很可以。天哪，居然会让我萌生那个有点赞叹的心情。因为他连杰尼龟都做的，我觉得杰尼龟蛮可爱的，蛮可爱的，很好啊。天哪！我这几天打假，结果你们都在外面一直说好。不是不是，只能说这个工厂它会不会是真的做那个的工厂流出来的？它、会是流出货，就是然后卖它比较一方面呢做给正版，然后呢盗版的再流出来，然后不授权而已啊。不授权，对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故事吗？来，我顺便分享这个故事，分享完我们就结束了。就是呢，我认识某一家 B 开头的工厂，那个呢是做蓝牙耳机，结果你知道怎样吗？不是蓝牙耳机，是蓝牙音响。结果呢，在那个 B 工厂的斜对面呢，又开了一家工厂，叫 C 工厂。对，没有。然后这家工厂呢，专门在做 B 牌的盗版。然后晚上呢，这两个工厂老板呢，就一起去喝酒。那各位，好，难怪听得我们这个故事了，知道了吗？哎，好啦，真的盗版还是有不好的地方，因为这个这里一掀就掀起来了。哦、就是那个胶，对啊，的不是很实啊，就盗，就是盗版，顾名思义就是它外观做得像，但是细节不到位，对，而且没有正式的授权，对对，对啊，你可能它也不会耐用啊，它可能用不到一下下就掉漆，对对对，这是有可能的，或者是下面就六回怎么样的，对，好的，这就是今天的网络盗版开箱，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哦，那我们就下一次见，拜拜。